你不会是以为我要亲你吧？谁会想这种想法？你，啊，真的是，谁会？就是，请不要大声喧哗。 Sorry。 身份不要到处乱走 ，OK？ OK， 来帮我们，来，好躺好，被子盖好，来，我来照顾你哦 ，Mr. Bai， 我们不做了，坚决不做了。It's just a magazine， 怎么能为了他，连自己的性命都差点丢掉呢？ 主编，优雅，优雅，对，优雅，优雅。不过 ，Mr. 白，你简直让我担心死了。谢谢主编的担心，不过我已经没事了。可是我看见 Mr. 白这个样子，真让我的心都碎了呢。什么声音？没什么。 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，我去看一下。是我。啊，我的天哪！李素白，你竟然公开打嗝，这可完全不像你呀。不过，我懂的，我懂的。生病的人总是会感到很脆弱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儿出现。 我就是来这里保护你的，Mr. 白。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我的头。头疼。啊，我去叫医生。医生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好了。这么快就好了？嗯。你真的好了？嗯。你确定你好了？嗯。唉，你说 Mr. 白，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你也是经常。 混在国外的人，你想必也听说有一句话叫做 "We do our best and God does the rest"， 就是尽人事，拼天命。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，所以剩下的就交给命运。如果幸运的话 ，Immortal 又能重回销量的宝座。 That's great. 如果不行，你也不要把责任全都放在自己的肩上，因为毕竟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只有健康的身体，才能带领着团队勇往直前。Right? 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主编。李思白，很高兴我又看到你那迷人的笑容。 OK， 我也不打扰你了。你要好好休息，我会再来看你的。慢走。Bye。哦，我忘了告诉你了 ，Mr. Bai 穿这身病号服，not fashion。嗯嗯，所以你要赶快回我们的编辑部，跟我们一起工作哦。好，等你哦。嗯，先走了，么么哒。 拜拜，帮你关个门啊！啊！
走了。嗯。你干嘛？我只想把你扶起来。我也是啊，我也想把你扶起来。不是我，我因为里边有点黑，所以我头有点晕，现在还有点晕。你不会是以为我要亲你吧？谁会想这种想法？你，啊，真的是，谁会？明明是你自己，哎呀，明明是你自己在想，你真的人家前脚刚走，后面进来了怎么办呢？自己想完你还怪到我身上，你真的。我说过，从现在开始，只要我想你，想抱你，想吻你，我都再也不会压抑我自己了。好啊，大家。Hello, 早。慧珍，哎，来，这是新出来的企划案，你把它复印一下，然后一会儿开会的时候人手一份啊。好嘞。大家早。好。好，副主编早。今天也要加油。副主编，你真的不需要再休息几天吗？不用了，我没那么脆弱。又是崭新的一天，为了以摩托的未来，加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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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什么意思啊？天哪！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没看错了，副主编刚刚现在对我们加油。他今天真的好奇怪，我刚刚在楼下看到他，跟他打招呼，他不理我，但是在那个旋转门里一直转，一直转。哎呦，吓死宝宝了！以一个成熟男人的经验来看，老白是恋爱了。荷尔蒙的味道。不过这样说啊，真的有点像恋爱中的人才会犯的傻事。不过你说，像咱们副主编这种性格的人，得是个多么厉害的女人，才能把她给拿下。副主编，别笑。快点，拿呀，拿呀！快点，快递。干嘛呀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是来报的，是紧急快递，你赶紧看一下呀！啊，你也真的是，你能不能别笑了？你这一笑太容易穿帮了，你这个笑大家都觉得怎么了呢？你还笑啊？真的，你现在就。没事你就傻笑，完了你还老做这种加油的手势，你以前都不做这些的，大家都觉得你谈恋爱了，反正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，还说什么就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够说服副主编这种人。那怕什么，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。不是，你别闹了，我就是让他们知道这样的女人才能收服我。你别笑了行吗？我怎么也忍不住笑了。如果办公室恋情被曝光的话，之后会很麻烦的。可能你之前在国外待久了，所以你不大知道这些。你就保持跟以前一样的样子就好了，就是你以前平时的样子。那我平时都是什么样子？你平时都什么样子？就你平时就会把这个东西往这一放，然后跟大家说，请在三分钟之内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，就完全脸都不动，就那种扑克脸、高冷范儿，不是现在这样。照你的说法，我平时就是一个没有礼貌又没有人性的讨厌鬼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反正你就按照你以前的样子做就好了，就不要老笑，不要傻笑。好吧，我尽量。那我走了，把这儿打开哟。记住啊，工作一个小时，休息十分钟。别笑了，收一下。真可爱。